分享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啊，老婆婆召唤，太好了。是你哦 ，Prince Lothric is in your hands. Please save his soul. Tell him what he must be, a lord. 居然死了！我觉得会有敌人。哟！他就是五娘啊，五娘，我之前就听过他的名号。关门放狗的概念啊啊啊啊！等一下，不会吧？我全部要重打啊！还好不用。来不及啊，来不及啊。感觉就像速度更快、没有特殊弱点的巨人游牧，那我不用玩啦。应该是要下一半，剩下的这几分钟打赢的话，运气真的太好了。好像是太少组，对不对？哇，被抓到！
绞杀没有办法钻，最后不可能穿过他到他背后去。我刚才问这个问题了，有 NPC 可以救我吗？用打扰居然有我们那招，用到暴风吗？大喊苦来，上次用那招也没有赢，好不好？不，没有朋友，好难过。爸，只要小心一点，还是可以赢。哪里赢了？还没有啊，第二阶段才是最困扰的。攻击他居然跑过来，一种拿刀乱甩的概念。对啊，乱甩一通。其实变身之后只多一招连续旋转，不过也少一招抓人的。哎，是这样子吗？可是我刚刚看他好像一直甩来甩去啊，一直挥过来挥过去。我躲到最后没有地方可以躲。
对人讲，好哦，熊，你要多喝水哦。啊，我没有看到录影。寸，接下来就听到惨叫声，啊，我就被打死啦！谁叫他那么凶狠？角落，我居然这样给锁掉，太惊险了。啊，躲躲躲躲！好美，我觉得他今天有一点，可能有点想睡觉吧。上次感觉他好恐怖哦，今天就有一种慢慢的感觉，飘啊飘啊飘啊这样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。
订阅青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